很高调哎，我就穿这样，然后我想说，有些人看到这样子，觉得说一定要配一个很正式的鞋子或是什么，可是你看怎样？就是我可以去爬山，对耶，穿这样去爬山。不是啦，我说穿上去阳明山呐，啊，你看阳明山有高级餐厅啦，没有，他是吃土鸡的，对，他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对啊，像我那时候，我记得这个鞋子啊，我第一眼在那个橱窗的时候看到它的时候。我惊为天人，为什么？哪里？因为我觉得说，哇哦，哇哇哇哇，在哪？哇哦，你看，他不是凡间的人呐！天哪，你看他把这个银饰装在鞋尖上，然后就又这个高度，然后又够高，然后明明不是我的 size， 我说不管，给我吊来。掉了之后呢，然后我就好很得意的，有一天我就把它穿上了，结果你知道吗？扑街，不到十分钟，我从脚底痛到骨盆。哦，这么快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些好穿，对，有些是，因为它就是为了要把这个银饰给撑起来，所以它这边必须要用硬的皮。哦，对，不能不够挺嘛，鞋子就不好看。然后这双也是，就它的鞋，他们家的鞋子呢，就是。我想很多女生都应该都会有吧，因为他们家经典的就是黑色，然后这个肤色，对，还有这个炫，对，然后也是又是一句话，这也是38，也是比我小，对，也是一个说最后一双哦，那怎么办？你是穿几号？你是穿39，38.5跟39，然后这个我那就买39啊，既然买到39，买40，所以黄老师也可以穿啦。最后一双啊，那就最后一双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现在想说，我就炫一炫就好了嘛，就是把它炫一下，就炫了之后呢，真是好客人豪迈耶，对，也是一样。再一次从脚底痛到骨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鞋子不能炫，一炫都形都不对了，对不对？这双很美，我喜欢。这一双对，这一双因为呢，好美，还要先下单，多麻烦的一件事情。还要先下单。对，所以它有38，我还是买了。你又买三，但是这个你是很怕东西没有不见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因为我这个人我不能等。比如说你跟不能，我喜欢现货。那你把后面剪掉，反正有断带。比如说你跟老公可能刚交往，就是不管先睡再讲，就很就不能等啊。没有，好像也是。对啊，这招不错哎。很急耶。我一定要先买。某些事情比较急，然后某些事情比较慢。哦，那它也是38，你看，刚刚老师又讲到一个那个重点，好紧，好紧，没有没有，大家不要讲，我可以挤得进去，我知道，当然谁挤不进去，问题是你十分钟就脚麻了吧？这双还 OK， 这双还 OK， 这个没有到骨盆，这边可能只酸到膝盖而已，而且你看哦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还蛮 OK， 这双蛮美的，一定要露出这个指缝，但还是感觉是小啦，对啊，都浮筋浮成这样了，要让鞋子来炫自己的脚，对呀，不是，你这样子很，你看一下这很美，但是你看到他的脚气，他还是超出来。我可以把它挤进去，给我30秒，给我30秒，我把它挤进去。这真的是为了美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那个青筋都浮出来了。但是这双鞋是漂亮，可是不会痛啊。你还不够久啊，你穿不久啊。你不会痛，我们看到很心痛。对呀、啊。这就很像那个医生在找血管，帮你绑很紧，然后你看你那个筋都浮成这样，那会脱掉。看一下就好，但这双真的很漂亮。我跟他买这双就等这一刻，这部机器这样照他 take 他这样 OK 了。好，这一双鞋就进入鞋，他就没来。啊，我就等不了啊，我就是一定要拿回家。好，对呀、啊。还有，大家看是不是很美？看到那个跟就知道了，对，很美，这双也很美。对，然后因为然后也是不是你的 size？ 哦，这双是 OK， 没关系。然后呢？39.5呢？然后我们是那种22.5的，对呀，对呀，差好差不多。我36跟你39.5是一样，然后一样浅。对，你看，这也是，这就是他们好看的，对，好看。这就是我穿到黑，我还乌漆嘛黑的。你会发现，好像最近只要是潮流人士，都会有这个牌子的，对，一定都会有，都一定会有的啊。所以我平常就是
就这样把它盖起来，对对对。没有啦，平常本来是会穿这样子。不知道今天穿这一套是吗？对耶。我觉得你这一套很适合给浩然，因为他鞋子都买错了。不是，而且这一套她老公会很喜欢。对，而且她老公很喜欢，像棵树一样。对对。还有呢，今年我觉得大家刚不要忘了，就是长到大腿的鞋，太长了。今年就是一定要就是到大腿的，好看，对，好看的，而且你没穿过是不是？我还没穿，因为这个新货。哦，刚刚你一定很高兴有这一集，对不对？不然这些那个他的鞋都来不及穿啊。阿姆的还好有这一集。这几号啊？39。苏黎，你穿这，你手上拿的那个，那你要配什么？好看，不是要配短裤啊。哦，短皮裤什么就很有型，然后你再随便披个外套就酷极了。可是我你自己讲，你说你腿不够直，我腿不够直，我腿歪，我小时候不好好站。哦，那穿这个不是很会显现你？他也会穿长裙啊，又把它盖起来。还好哦，还好你我穿这个时候并不会，因为虽然它虽然贴，但可能有筋收的，是会跳过，所以不会，所以腿看起来不会。对，所以还好，尤其是像这种，它根本已经型都塑好了。对对啊，要不然就是随时就交叉站就好了。对。